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詹姆士。好，今天要开箱的是史巴鲁的安全带护套。然后这个是在原厂买的，这次的史巴鲁的感谢季。好，我们来开箱喽。它是用塑料袋包起来的，先拿出来喽。好，那感谢季呢，它大部分精品都是85折，那这一个呢是原价220，它可是它没有打85折，它就是220。那詹姆士呢觉得它的质感还蛮不错的哦，所以有考虑的话是可以入手。那詹姆士主要是呢，因为小朋友都还小，那这个安全带有时候会勒到他的脖子那边，所以詹姆士就买一个这个安全带的护套，好，这样就比较不会磨到他的脖子。那它的质感摸起来非常的好，是有绒毛的质感。然后这边都有 Spadu 的 logo 在这边。好，那这边是里面呢是用魔鬼粘粘起来，里面是蓝色，那它有红色跟蓝色可以选，詹姆斯是选蓝色的，因为詹姆斯的车色是蓝色的。好， Spadu 适用年龄3岁以上。摸起来非常的柔软，质感蛮不错的。然后詹姆士呢有去汽车百货看过，大部分的有的搞不好比220还要贵哦，有些什么特殊的卡通图案的，但这个詹姆士这个质感就是买的不错，蛮柔软的。我把它装上去咯， GO。 好，安装还蛮简单的，直接把它包起来，然后魔鬼粘把它粘上去，这样就完成了。好，那詹姆士已经把它装上去了，看一下，这是副驾驶座后面的，詹姆士装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是驾驶座后面的，你们觉得不一样呢？因为詹姆士把它装是不同方向的，看这个 logo 在这边。好，这个 logo 在这边，为什么詹姆士的想法呢？是因为这边会有魔鬼粘，所以呢，它接触面的地方，詹姆士就把它弄得不是魔鬼粘的那一边，不然呢，它这边拉下来的时候，是这边会卡到脖子，就会接触到皮肤的地方，所以呢，詹姆士把魔鬼粘向外面，因为这边摸起来还是会有点硬硬的，还是会磨到。好。所以呢，这边柔软的部分，詹姆士是向内，就是没有魔鬼在那一侧啊。这边呢，一样没有魔鬼在的那一侧，向这边就是会接触到皮肤的地方是没有魔鬼在的。好，这是詹姆士的想法，所以是这样安装。那给大家一个参考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我是詹姆士，拜拜。